Let's go. Sorry. Sorry. Check-in hotel 啊，你说的哪里的话啊？房子这么大，够你住的。这样你跟杜杜在一起相处也容易很多。跟思远这两天太忙了，所以他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。他怕打扰我休息，就把我送到我爸爸那儿去住了。今天他告诉我让我回来吃饭，可是我今天录节目太晚了，所以回来就晚了。这样，你在法国的时候那么照顾我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应该的，所以你就在这儿好好住，没关系。我跟思远可以回我爸那儿住。是啊。OK， 那我就打扰一晚，明天早上我就 check in hotel。哎呀，不用那么着急，早点休息。我们先回去了。啊，行，走了。晚安，晚安。老婆，你真好。自己找地方住吧。哎，老婆，爸，嗯，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啊，你站那儿帮忙啊。包蒜的任务交给你。哦，闺女啊，嗯，就你这事儿吧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既然人家来了，咱就应该客气点，礼貌不能丢，姿势不能丢，是不是？你说杜杜能跟妈妈在一起多待几天，她也挺高兴的，是不是？杜杜这孩子挺可怜的。不是跟妈不在一块儿啊，就是跟爸不在一块儿啊。这好不容易人家一家三口，是吧？聚齐儿了。听这话的意思，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，我是第三者呀。不不不，我可不是那意思。我不，嗨，人家曾经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哎，杜杜和他们俩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对吧？所以呢。多担待点儿，啊！你现在和杜思远是夫妻关系，那过去那个人杜杜他妈不也是，对吧？当然，现在你们两个结婚了，这只能说明杜思远更爱的是你，你应该踏实。那也难保以后不爱上别。以后的事儿咱保不齐，是吧？但起码咱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，你觉得呢？一个男人，你要给他时间，给他空间，让他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了，明白吗？哼，我还告诉你吧，一个男人，他要是心里有你的话，你甭管别人怎么想啊，你怎么什么捯饬，怎么什么挑拨呀，没有用。因为他这心里只有你，装不了别人。你就把这次当成一个考验这杜思远的机会，怎么样？还别说，什么话今天嘴里一说吧，就挺舒服的，好像就没那么生气了。嗯，还是您看问题看得透彻。你爸我什么人啊？啊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。